现在是10月14日清晨6点，我正跟随海军丽水舰编队，向着台岛北部三岛、基隆港等方向分多路抵近，执行专项军事任务。全舰官兵迎着朝阳进发，始终保持舰在舷上听令看打的态势。现在是10月14号的上午9点30分，我正跟随海军西安舰编队在台岛西南海域执行海空战备警巡任务。今天的海上的能见度大概在7海里左右，在我舰左舷的不远处就是台湾最大的港口高雄港。现在西安舰编队各舰艇正密切协同开展要港要域风控、快速夺取制海权等典型科目的演练。次演练，我和战友的核心任务是突破敌防空警戒系统，夺取区域制权，直接检验空域警戒、空战对抗、空中加油等实战能力，就是用敌人听得懂的语言警告台独分子，搞台独就意味着战争，只能引火烧身，自取灭亡。